Hello，先生的家人们好，今天慧珍又来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一种很漂亮又好吃的蛋糕，那就是五彩缤纷的彩虹蛋糕。所需要用的材料，这个是黑金面粉300克，这个是西沙汤260克，这个是3个大鸡蛋，一个是70克以上，还有这个是牛奶200cc。这个呢是植物油 100cc， 还有这个是4克的盐，还有这个是蛋糕蓬松剂15克。那么现在我们来操作了。今天做的这个蛋糕非常的简单，通通的材料把它倒进这个大盆里面。首先我们来打破这3个蛋哦，要确保是新鲜的哦。还有呢，将这个面粉通通把它倒进来，还有这个西沙汤也倒进来，看，没有像这个的那么简单了，我相信等一下大家一看就学会。还有这个盐，这个是牛奶，还有这个是植物油，还有这个是蛋糕蓬松剂。现在我们拿去打了，现在我们开始来打了，打的时间大概是12分钟，这个是看每个人的打蛋器而定哦，有的速度比较快，有的比较慢，我这个不是很快，所以我打的至少要15分钟。现在我们开始，刚开始就慢速哦，然后它搅均匀之后我们再开高速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将这个边边呢没有卡到的地方把它刮一下。我们这个蛋糊已经打好了哈，这样子就可以了哈。这个蛋糊已经打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把它分成5份，因为要做5个颜色。这个模具呢是20公分乘20公分，它的高度是7公分。那么在这个底部我们要少一些油，如果你们家里面有这个牛油，就用炒菜的油也可以，这个是为了让这个烘焙纸能够连在一起。就现在我有2张，这个是头尾 剪下来剩下的，这个也可以用的哦，这样子也可以哦，不要丢掉，就只 剩下这个头尾短短的。那么就这样哦，我们再少，就是用让它能够紧紧地贴住这个模具，等一下蛋糕糊倒进去才不会流到里面去，这样也可以了。边边不需要少油哦，我们把它放在一边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来调色了。第一个颜色我们要用这个蓝色的哈，然后再用这个粉红色，这个是橙色，还有这个是绿色，这个是紫色，这些色素都是可以吃的，我们来调到我们要的这个颜色就可以了。先加点，其实这个彩虹有7个颜色哦，但是我们今天只用5个颜色，太多了，就这个装不下。我们今天所要用这个模具是20乘20公分的，高度只有7公分，这个高度已经蛮大的了。因为我感觉它还不是很够，这个属于我们个人的喜欢哈。如果你们不喜欢色素呢，就你不要加色素，就一个白白的，就平常的这个蛋糕而已哦。但是我们做人就是这样子，需要喜欢美美的，然后要有层次感。现在的生活太幸福了，所以变成这个样子，这样子就可以了哈。把它倒进这个模具里面，这个已经垫上一张烘焙纸了。我已经烧开了水哦，我们要把它摊平，让它边边角角都整齐，等一下蒸出来这个蛋糕才会美美的。然后我们要把它这样蒸一蒸。我已经将这个蛋糕放在蒸笼里面蒸了，蒸的时间第一层是8分钟。这个蓝色的蛋糕已经蒸熟了，我们要倒粉红色进来了，把它
摊平，然后再把它震一震，这样就可以拿去蒸了。对，橙粉红色的蒸好了，现在要到这个橙色的进来了。我们蒸第二层的时候，就可以用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蒸熟它喽。再把它蒸一蒸，再拿去蒸。我们这个橙色已经蒸好了，现在呢，我要将这个绿色的倒进来了。再把它蒸一蒸。现在再拿去蒸。现在绿色已经蒸好了，现在要倒这个最后的紫色进来了。最后这个我们要蒸15分钟，再把它蒸一蒸。现在可以拿去蒸了，最后一层15分钟哦。今天我们这个蛋糕已经蒸好了，现在我要把它脱模了。它还很烫，然后拿这个一把小刀，从这个边边尽量的靠边。靠边站。好了，来，这样子把它搬过来。等它冷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切了。蛋糕有点冷哦，这个手可以碰了，我们要来把它切了。先将这个边边把它去掉，才能够看到它的五颜六色。哎呦，我好美哦！看看，好美。然后呢，分成三份这个。哟，真的太美了！我已经把这个蛋糕把它切好了，美美的五颜六色，彩虹蛋糕又好吃又香。你看，它有那个纹路弯弯曲曲的，但是也是它的美感哦。这样子的纹路啊，你想要做不做不来的，就是它自然形成的。你看这样子，然后呢，只有三颗蛋哦，我相信大家已经学会了哈。话不多说，现在我要来试吃了，好美，柔软，我吃嘛，啊，我吃了，很柔软，很细腻，然后。有那个蛋的香气跟牛奶味，真的很好吃，你们一定要去试哦。这个经济又实惠，然后又好吃又好看哦。看这样子的颜色哦，感觉很疗愈哦，很开心哦。希望你们看到也会开心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视频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，不要忘了订阅、点赞还有分享。拜拜。我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，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，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改变，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，寂寞来的是你。